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电子视放台，我是张小颖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玩的这款游戏叫做什么来着？Living Lyndow，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我们选个简体中文吧。呵啊，抓到鸟了啊！又被鸟跑掉了。怎么办？我的文鸟不肯回去。怎么办？我的文鸟不肯被关回去，怎么办？糟糕，他发现我要抓他去关，快点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已经睡觉了，小鸟，睡觉了。好，搞定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听说这个游戏好像它的游戏时间不会太长。应该是一个比较，就是轻松简单的游戏。步行模拟的轻松的游戏。今天我就要起航了，但我还需要去完成一些事情。克拉拉，恭喜你，你已经被科学探险协会接纳。你将以初级海洋研究员的身份加入到这次极具开创性的北海探险队。我们安排了船前去接你，它会停靠在 Lyndow 码头等待你前去报到。在你登船之前，请务必准备好清单上列出的物品。一件换洗的探险协会制服。那其他的应该拿了，然后还要拿到一本《伟大的航程》，所以我们要拿一套制服，就是这个，然后把它放到箱子，然后我们还需要什么？哇，它这个窗是往内开的。表弟的话，我们还需要一本叫做《伟大的航程》的书。曾经有个小女孩，总爱仰望大海。她在小本上画了奇特的海葵。哒哒哒，有一天她将扬帆启程。她会去新的地方，还会在金色沙滩上小憩。她永远都在研究那些奇妙的事啊！啊？为什么这是一个可怕的书？什么鬼啊？制服也拿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去找缩放视角。哪是双视角，这就是前进的好吗？另外一个房间，这个转太快会晕哦。这个楼梯是什么楼梯？是要折磨死人的楼梯吧？那说我有没有在那个啊，在上传啊？应该有吧。哦，我觉得它这样还蛮大的，而且风景很好，我可能再也看不到这样景色。克拉拉还是一个孩子，呵呵，你考虑过这次探险的危险性吗？你都不为你的女儿担心吗？
现在阻止还来得及。兄弟，他是要去哪里探险啊？大家像你这样伟大的航程，是什么？爸爸的照片吗？只要花四个月的时间重建，林德有望变成一座耀眼的现代化城镇。这个城市被泥石流摧毁，很多市民自愿搬迁到纳瓦居住，但是有一部分居民不愿意离开他们的社区。遭遇土石流，最先进的船，就最先进的船就做成这样。看来这是一个比较古早的。为什么每个人都包这样？他可能不太耐用，但我希望他可以提醒你早点回家。这小子会晕船，他还有一瓶晕船药。你想去阁楼，要先找到那个拉杆。好吧，我们找拉杆，然后我们这不是拉杆吗？拉杆，我们去找晕船药。晕船药是在阁楼还是在房间？风景是挺漂亮的，是我们要去阁楼。先把书行李打包完毕，等一下我们还没有拿晕船药。哎呦，还有东西吗？没有了。我不晕船，我晕3D。我看看能不能给它调慢一点，比如说把灵敏调低一点。这样有好一点吗？啊，可以。下午他会在码头等我。那我要干嘛？前往森林拜访叔叔的庄园，去茶馆。先去拜访叔叔的庄园，好。看来这个游戏它给我一种该怎么描述呢？可以用作解锁装置什么鬼？我理解你的担心，但我和你一样也感到担忧。哦，所以那是他舅舅，他们都叫叔叔，但这应该是舅舅吧。你和妈妈还弄过我的事儿，为什么你都包这样？没有你，我们以后怎么着了？
汤圆，我以为你会担心我的安全。我们都还不知道这会是怎么样的一次探险。然后他爸是死在海里，在海上。我父亲是为了梦想而死。我只去三年。啊，他叔叔的庄园就这么，这么小一个。他曾经采花一个树苗，这到底算开放式吗？这里有人，一首歌。我爸爸说你会把你的船撞海底，然后你会跟船一起沉到海里去。啊，幸运的是我是游泳健将。是的，但我有一个很好的船长，是 OK。我没听过他有驾船坠海的经历，如果听过的话，可能是不会在吧。不会的，和我一起出海船都是最棒的。你不认为等我回来了你就知道了？好吧，但是我的船在啊。真不行，我们应该拯救他吗？四个乘客失踪，我们必须找到他们。好吧，看来他在玩一个什么游戏，然后他把他的乘客都丢哪去了？和他把他的乘客丢海里了。哦，这玩意是他的乘客是吧？哦，我记得刚刚在那边有一个啦，但你不要催我。让我慢慢找。小草人。这把铲子陪我度过了无数个夏天，再见了，我亲爱的铲。那小鬼真的是，人家要出海，他在那边跟我说他的乘客都死光了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个太不吉利了吧？这小鬼会不会做人啊？死亡包围着我们，小鬼会不会做人？人能在冰冻的水里生存多久？你个小鬼，是你自己要把东西乱丢的你。哇，糟糕，他的最后一个小纸人，小草人包在哪？我们经过了地毯式的搜索，臭小鬼，一宝开始。好的，船长不会，好的，队长不会丢下任何人的，不要死好吗？我会为你带回许多故事。我们不要随便立那个什么奇怪的 flag。这个人还是他叔叔吧？前往森林。
这真的是一个看起来挺原始的一个术语。原生态树林，这有一个像乐器的东西。爸爸教我那首曲子要怎么弹来着，所以我们要去找到乐谱。我们的秘密堡垒。这里有个坑。墙上堆满他们的宝藏，他跟他爹的秘密基地。但是没有乐谱。那个曲子是什么鬼？该不会是他现在的那个背景音乐吧？这个我是弹不出来的。要讲进入回忆吗？一艘沉船。他爸爸是在海上遇难的吧？所以这个可能是在讲他爸爸。可能就是前面的艘船，就是他爸爸出海时候到的船吧。可以听到很热闹的那种码头的那种出航，然后很多人那种声音。但是我仍然不知道他爸教他的那首曲子怎么弹的。我应该把这个杯子带回去，但是他也没拿。
不能。那目前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乐器的部分。但我不知道他爹，我不知道他爹当年教他是怎么弹啊。这好像什么奇怪的秘密宗教，这是一个小家伙吞下来的壳，一个海螺壳，他们会长得很大，长得跟克拉拉一样大，不要吓我。海滩上爬满了这样的小动物，看起来像是整片地面在移动。到底他们为什么每个都要戴口罩？看起来好像一群歹徒似的。好吧，那我们这个应该算解开了吧？可以走了吧？这果然是步行模拟啊，它就是一个走完一圈。看故事的游戏吧，目前感觉是这个样。去茶馆。最后的告别。竟然不是酒馆，是茶馆。是一款味道独特，每一种都来一份，老板，都来一份。一口气喝下四杯茶，完蛋了，我现在头有点晕，尴尬。啊，阿克里啊，贾克伯。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。他给我了一本日记本。嗯，很高兴。这个人对他有意思吧？但是很可惜，我们的主角要踏上未知的旅程。贾克伯的桌子，
一看也不能弄出去是吗？所以他到茶馆来就是为了来买本日记本，好吧，可以啊。我还没跟所有人告别。嗯，那还有谁？陶飞克，那即将好，我没想到你居然说出这样子无情的话。他以为他会被选进加入探险队，结果他并没有。你随时可以申请下一个旅行。他相信你已经没办法做得更好了。那你有考虑做其他的工作吗？我会在海上关注你的讯息。好的，皮阿皮阿。我只是一个初级研究员。哦，原来秘密堡垒是他跟这家伙的秘密堡垒。好吧，这样他跟所有人告别了吧？去码头。于是他就踏上了他的旅程。重建工作已经开始几周了。可你要去学院了吗？你怎么知道的嘞？这个城镇正在迅速的恢复。阿米以前住在山上，但目前他已经泡水里。走可能进不去哦。所以这边码头正在重建。我在你身边，你会过得好吗？你不担心我会死掉吗？我已经开始想你了。还要出去旅行喽！这个房子挺特别的呀，挺有型的呀。这些没用的工人。你的眼怎么了？你就是首席建筑师？我正要去探险协会报道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家伙挺不友善的，只能说。咱不管他。Marsha， 你一定就是克拉拉。走吧。他已经跟所有人告别了吧？然后这是一个篮球场啊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跟我一起玩。我居然打不到你。两分。我刚刚不知道，原来要站在线外的，不然那姐就是可准了，好吗？有点过头，小鬼别挡我路。
不知道是要得几分。四分，再来一次。最好的状态是我能让他一直弹回来。说吧，只不过是需要一点练习。反正这种游戏我不是很拿手。嗯，好吧，看一看，好像是没什么东西。嗷嗷嗷嗷！该上船喽。应该不会发生类似我还没上去船就开走这种事情。克拉拉的远征，就结束了吗？等一下，这个游戏也太短了吧！等一下，我居然有三个成就还没有解到。等一下，这个游戏就这样子吗？这个游戏会不会太短了？这个游戏会不会太短了啊？这个我觉得他那个成就可能就是，哈哈，可能就是把那个小游戏玩一玩。但这个游戏太短了吧？我要吐血了。好吧，这个好吧，它的确就是一个这么短的游戏，它就是一个这么短的一个，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。啊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好吧，我们明天玩另外一个游戏吧。这个游戏我真的是不知道，这个怎么这么短啊？我还没有准备好下一个游戏啊，混蛋！哎呀，我下个游戏还没有安装啊，这个，哎呀，这个，好吧，就这样子吧。这个，除非大家要看我玩什么英霸大乱斗这些东西，那我们就这样子吧。今天就找到这边了，我也不知道会这么短啊，还是我们再玩一次，我们把其他的成就解了。啊，天哪，真是太短了吧！我连我的卡片都还没有收集好。这个游戏结束了，这个游戏超短的，这个游戏超短的，比你想象中的短100倍，它就这样结束了，你敢信？我刚刚也很怀疑说它是不是真的结束了，于是我还特别那个。
于是我还特别看了一下的那个成就，结果他的成就真的就真的少，我刚解了四个成就，他总共就只有七个成就。所以从什么从五点开始玩？不是，啊，结束了，超夸张的，这个游戏超短的啦。我该说什么？我好像还有一本书没拿到。哎呀，这个该说什么呀？我们去把那本书找了吧，那本书丢哪了？对呀，我八点玩了，然后现在游戏已经结束了，你说呢？啊，这个游戏的时间就是35分钟，不开玩笑，35分钟。对啊，我行李也打包完啦。难道说他还可以拿别的东西进行李的吗？他有可能拿别的东西进行李吗？不可能啊。这个游戏真的就这样结束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心不懂哎。真心不懂哎，这个游戏超短的哎，他到底在玩什么？他总共就玩几个小游戏，你知道？他总共就玩了两三个小游戏就结束了哎。我的妈呀！然后鼠鼠就出现了。发现本身是什么回报？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事故。会注意安全的叔叔。这个对话其实除了我选的选项不一样以外，其他都是一样的。那不会发生的。好，我们试试看，我们快速的找到那四个小人偶。这游戏有成就吗？我想说。而且那四个小人偶在哪？这四个小人偶该不会每次位置还不一样吧？我记得有一只是在……哇塞，好像真的不一样！妈呀，等一下，这是有点尴尬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已经找到了吧？我已经找到了呀，已经解过了就不能再解了。我已经解过了，那其他三个成就到底是在哪里？搞不懂。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跟他玩了，臭小鬼。还是我要把它放回去它的船那边。我先走不掉嘞，我先走不了嘞，它现在不让我出去。可是我明明就已经收集到所有的娃娃了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这个游戏真的整到这里，它卡 bug 了，它 bug 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整到这里了，它连成就都不让我解。哎，前面有一把铲，不是那个铲，就是我刚玩过的、啊。
刚摸过啦。但那个铲子又不能用来挖东西，如果我会用那个铲子把什么东西挖起来的说吧。那并没有。建塔，建塔，建塔。太坑了。好啦好啦，这真的是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啦，我们今天到这里啦，我们明天再继续。明天我们有点晕。明天我们会玩一款新游戏，那款游戏就不会像这款这么坑了，我发誓。啊，今天真的是被这个游戏坑了，我还没下载新游戏，不然我们就可以开新游戏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，真超级短，先到这里。我们明天见哦，还是你们要看我玩什么暴雪争霸之类的，还是你们要看我玩什么星海争霸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好吧，不管，今天就到这吧。那我们就明天见喽，我们就明天见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